告诉你们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闻是地藏菩萨摩萨名者，或合掌者、赞叹者、作礼者、念目者，是人超越三十劫罪。所以他代表说去拜地藏菩萨，真的是救到他们。因为救到他们，恩师说过，我们有业障，我们好好忏悔用功，离开我们一寸、两寸、三寸，所以他表俗的业障就是暂时离开他几尺，懂不懂？业障离开我们的身体非常重要呢。你们今天来这里听师父讲话，我们来赞叹地藏菩萨的功德。诸位同修，你们业障可以离开你三寸哦。他就是这样的情况啊，因为他以前很忙，他来拜拜的时间也很少，几乎都躲在后面，不怕师父看到，因为他很忙。因为他后来逃过生死劫之后，他自己就有感觉，所以他很后来都很努力。所以他表叔逃过死劫那一次，他刚好到祥德寺去参加八关斋朝山三跪拜。你看有一个亲人会用功，你看功德多么殊胜。所以呢，他今天他已经跑来国外两趟了，他阿罗斯大也跑一趟，四天又回去，他明天也要又回去了，他专程要来为大家报告个案，坐飞机来又要坐回去。因为我们被地藏菩萨救度，能够感恩地藏菩萨，告诉大家他的救度因缘，这就是修一种法供的功德，懂不懂？这种法供的功德可以抵挡地狱、堕入地狱的业报。所以他你看，他不辞辛劳，已经买机票买好几次来讲一讲又回去，所以我们大家跟他鼓掌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佛光普照，阿弥陀佛。逃过生死关，就知道生命的可贵，会去劝亲戚朋友，大家要学佛。诸位同学，你们要这样做，懂不懂？你们要劝亲戚朋友，我们一起来学佛，止恶向善，忏悔业障，尽量吃素。你看，他已经觉得生命最重要，生命重要，难道什么更重要？不要造业更重要。所以他的表叔开始好好用功，可以减轻业障。业障要先离我们一寸、两寸、三寸，才不会他一来，啪就过去。好可怕！你们要怕的要怕什么？我们要怕要怕业障，业障要怕，其他的不用怕，业障是最可怕。所以我们来听师父佛学讲座，来赞叹地藏菩萨，哎，这里有功德哦。师父呢，在那个高雄佛学讲座的时候，因为我们澳洲的师父传真回来，他传真回来是有一个弟弟发生车祸，被火车飘，脑部昏迷不醒。我看到他的传真，我就赶快跟他回向，跟他抄十方。我那一次就是在佛学讲座当中，我就呢为他回向功德。结果我这一次去澳洲，那个弟弟不但活过来，又可以用跑的嘞，又可以读书了哦。你们来护持恩师，去救度众生，功德多大！你们来护持道场，功德非常殊胜。所以我这次来马来西亚、来新加坡、澳洲弘法，也遇到很多个案。但是那些个案，我都背在我的肩膀，跟我一起跑，跑东跑西。我到澳洲的第一天，因为澳洲比台湾多两个钟头啊。半夜两点就有人，台湾人拨电话来，漂亮。原来有一个居士，他的亲戚一个孩子逃兵了，该回去的时候不回去逃兵，那一天隔天如果不回去，就要被关八年以上，以军法很严啊。所以他跟恩师说，恩师就跟他说不要过来，结果师就跟他调回来。现在的年轻人很累，我告诉你们，你们今天很多年轻人记得不要去网络咖啡店，好不好？
你看要逃兵，他就是气网络咖啡店嘛。那你就知道网络咖啡店有什么？也有色情的，我本来不知道哎，后来有人偷偷告诉我。你看，现在的世间这么危险，色情患难太严重，都是害自己。你如果现在乱搞乱搞，你看，当然是会堕到那种地狱去耶。所以告诉你们，色情的东西不要摄取太多。尤其告诉你们一个问题，那种色情场所啊，如果摄取太多，它里面有一种鬼，《地藏经》里面有讲到一种鬼叫做夯精屁鬼，台语是这样说，福建话国语叫做憨精气鬼王。有念地藏经念到这个鬼王的名字的举手。好，放下。这个憨精气鬼啊，他完全都躲在黑暗的角落。如果你在看黄色的影片，他就躲在那个地方，你动欲望，他就开始吸你的精气。记得精气只要一被吸，容易车祸。所以师父专门为大家超度，发现车祸时的十个里面大概占有六七个都是被憨精屁鬼短练精气。听得懂我讲话的举手。好，听不懂下次再听。诸位同修，那你们还敢不敢看？然后年正当的夫妇想要有欲望，也要稍微注意用心节制，懂不懂？你们要修饰好，不然那个憨精屁鬼就是喜欢夺人的精气，精气被夺，眼神没有，全身没有力量，而且头昏脑胀，很容易车祸啊！如果是做生意的人，很容易失败，所以千万要注意，不要涉及太多不良的场所，这样懂不懂？那能够保护自己哦。所以呢，很忏悔师父来马来西亚这么多年了，处理了很多很多的案子，很多案子，所以师父不得已都要叫人家拿席帐起来用，懂不懂？这一只席帐是非常重要，我是用善巧方便，因为没办法，众生的业障那么深重。就好像去年我到马来西亚，哦，我那一次啊，我来马来西亚新山啊，有一个居士，实际上师父来这么多年了，他妈妈来跟我配合，我每次都跟他说你要注意哦，你要注意，叫他要拔烟青哦，他儿子要跟他呢拔烟青，所以我们三十二塔的功德非常殊胜，所以希望大家要注意，交朋友要注意。师父看到这个孩子，他气很衰，他没有眼神啊，只要眼没有神，人容易完啊。哦，所以我们人靠什么在活？精气神，懂不懂？所以不可以随便呢，精气神把它破坏掉，懂不懂？要好好把它收敛，这样你才能够活得更久。所以师父在处理这个案子的时候非常用心，我看这个孩子超高了，情况不大乐观，我怕他就这样就走掉。后来我才发现，哎呀，糟糕！这个孩子他交到一个泰国的女孩子，所以他赚很多钱啊，都会拿去给那个女人。哇！所以我就跟他妈妈讲：“你要小心，你要小心，哦，要注意。”师父结果在台湾一直为这个滴滴为他超度十方，帮助他，不然他呢有一个死结很危险。结果，哎呀，这个滴滴很辛苦，赚了那么多钱，也不会说全部要给妈妈。很多男孩子赚的钱都要给女朋友，很伟大，好吧，也是没有关系。但是女孩子如果对他好是没有关系。